你好，请问一下怎么称呼你？我姓杨。哦，这是你的果园吗？是什么果园呢？这是我自己的果园，是鹰嘴桃基地。哦，你用了我们巧克力的产品，那个你的果园一棵树用量是多少？是一百多棵树，用了一包树，七八不多，一棵树是7两左右。哦，用过这个巧克力后，感觉它的效果怎么样啊？肥效是可以，素食比较好，素食比较旺，总是不错。哦，谢谢你对巧克力的支持与认可哈。好的，如好果的，好的话，以后可以多用几次，也可以做壮果肥，然后薄发包裹什么的也比较好。继续用，继续使用。好，谢谢你对巧克力的支持。